市长谢国梁致赠加菜金，因为民传国中参加112学年度国中篮球联赛以及勇夺北区第一名，将于4月23号进军全国 JHBL 乙级联赛。相当重视体育推展的市长谢国梁，在教育处的陪同下，特别来为教练与选手们加油打气。我这两天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就非常的雀跃，非常的开心，一定要来跟大家恭喜一下，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这个北区的比赛的第一名，真的是与有荣焉。那我觉得我们一直也都努力在改善各地的环境，包括我们活动中心的整建等等。在去年已经过了一年了嘛，我们也邀请了一位 NBA 的选手到基隆来亲自的教孩子更多的基础动作。那我想真的非常的高兴看到大家有一个这么好的成绩。如果有什么我们市政府教育处可以跟我们民传这边合作，我们继续努力让民传国中可以创造更好的家庭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没错，民传国中在七年内六次闯进全国决赛，更在四年内拿下三座 JHBL 乙级联赛全国冠军。市长谢国梁说，将全力支持学校发展体育活动，为基隆培育更多的体育人才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